和歌山县英文 Wakayama Prefecture 是日本的一个县，位于本州岛的近畿地区。和歌山县的县府也叫和歌山市，是该县最大的城市。以下是一些关于和歌山县的信息。地理位置，和歌山县位于本州岛的南部，濒临太平洋，它有着美丽的海岸线和山脉，因此拥有壮丽的自然风景。历史，和歌山县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，它是日本武士文化的发源地之一。该县曾经是日本战国时代的关键地区，也是丰臣秀吉的发迹之地。旅游景点，和歌山县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，包括白邦海滩 Shirahama Beach 和白邦温泉 Shirahama Onsen， 这是一个著名的温泉度假胜地。该县还有熊野古道 Kumano Kodo 和熊野大社 Kumano Nochi Taisha 等世界文化遗产地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经济，和歌山县的经济以农业、渔业和观光业为主要支柱，柑橘水果、葡萄和橙子等水果在该县种植广泛，渔业也在该地区非常重要，海鲜是当地美食的一部分。交通，和歌山县有发达的交通网络，包括铁路、高速公路和港口，便于前往其他地区和城市。和歌山县以其自然美景、历史遗迹和温泉而闻名，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探索和休闲。